我还是找不到你，太快了。我刚刚在整理衣服，因为我又被警告了。你再刷一个铃铛，或者九个，让我看到你。棒棒糖出了50倍，那个我36F，我绝对比你大。哎，你哥哥，你那再刷一个铃铛或者9个铃铛，你刚才点的太快了，我找不到你啊。正经一点，我很正经啊。哥哥，你再点一下爱心或者刷一下铃铛，我找不到你啊。300多个，别跟了。刷3个3个6吗？3个6刷多少个？我帮你冲着你来操作吧。然后呢？然后刷多少个呢？棒棒糖。好不容易逮着一个大神，然后刷多少个棒棒糖？棒棒糖没出倍数。那刚才刷宝宝的那哥哥，你点个爱心，我实在找不到你。9个9个的刷，还是只刷9个？9个呀，你这次要再中，你就是神仙了，都没倍数。现在才看到你，我刚才一直让你点一下爱心，我找不到你。发了，发了。那你的棒棒糖炸了吗？出了倍数没有？为什么呀？炸给我看，你炸给我看，我等着。怎么没炸呢？好奇怪呀！是没出倍数，我感觉这个可能是1000倍。
大哥，我能不能给你充个值？你自己操作吧。我能不能给你充个值？对啊，对啊，哥哥，宝宝，你要克制你自己啊！啊，接受了，为什么要克制呢？该疯狂就不疯狂，再不疯狂就老了。你叫我卡人吗？可是我抢不过他们呀。谢谢我的铃铛，我抢不过他们。四个炸的。你能不能自己操作吧？土豪呀，海豚是故事，什么海豚？什么海豚呀？这个哥哥非常非常会摔跤，不是我，他非常会摔跤，他摔基本都中。怎么摔奖呢？你要先充个值，哥哥，你没币，别人就光卡你的。得先充个值，手中有币才能卡别人的。哎，他刷的大，我卡不过他。我有时候跟都跟不过，因为他刷的大。怎么玩呢？你得先充个值啊，哥哥。今天才下载完的，没事，我教你啊。你给我发一个红包，然后我帮你充值，我教你啊。海豚故事，我不想告诉你了，我吊你胃口。多少？那个最少是100块。我建议你充个200玩一玩。刚才那个罐炸的好划算啊！别呀别呀，我看好你的，我觉得你绝对能超过这个大神的，把你在神坛的地位稳固一下。你用我的划算吗？那我要不中奖的话，那我今天帽宝换不了。我的榜一才70多万，榜一是你才70多万。六爷你好。我来看看别人的榜。
芜湖哪呢？我都说了，我帮你充值，哥哥，让你卡奖啊。我想把几千的都播了。真的很会卡，他刷什么都中。谢谢关注。你说我现在刷什么给你啊？可是我手慢，所以我说让你自己操作，你又不愿意。那我可以教你的，哥哥。我可以教你。刷铃铛刷多少个？我不喜欢刷铃铛，你小的没意思哦。我觉得刷小的没意思。想多给你回点血吗？有血你就能操作呀。中奖有什么用啊？那比如说你中一个猪的话，我来看一看啊。比如说你刚才刷猪，就如果你刷猪，猪中了是。25万又等于250块人民币。啊，从来就是之前那个